看黄老师碗里可巨大，哇！看，妹妹，那够了吧？太大了！让我看一下。哇，蚯蚓！哎呀呀！我……啊，它怎么那么大？哎，它还往里走，你把它送走。嗯，别缠着它。走。好，封口了。这个锄头怎么感觉用了四五季了呢？从第二季就是这个。我申请调出第二季的花絮。怎么来？因为它又断了。呀呀！对，假冒伪劣产品，是你的问题吧？两个都出自假冒伪劣产品，这地理位置非常好。你们这不是我的错呀？第三个了。断了，这个真的是完全断了。哇，天哪，又干断一个。我觉得够了，把这个搞完就够了。主要咱们没有工具了，主要没工具了。哇，好，哎，够够够够，这农用工具都得换了，全断了，这太不结实了。